大家好，我是熊，今天分享我处理甲鱼的方法。甲鱼应该怎么杀？是先杀还是先烫？甲鱼胆的作用？哪些内脏可以吃？哪些不宜食用？首先，最简单和安全的方法就是把甲鱼放桌面仰卧，伸头的时候划开气管，或快速捏住颈部进行处理，也可单手分别捏住甲鱼两侧后腿窝，使其头部伸展，然后快速抓住颈部进行处理。我一般都是先杀再放血，倾向于这样处理的甲鱼肉质会更加鲜美，毕竟甲鱼也有发达的神经系统，比直接烫更加人道。同时也请大家注意安全。下一期红烧甲鱼，敬请关注，感谢支持。